开饭，今天我们吃抄手还馄饨。还有麻辣臭豆腐，这就是馄饨。这个霉豆腐大家一定不要着急吃，给大家放2瓶，22.9块，收到货不要开盖，常温7天，我们再开盖子去吃，开过盖子一定要把盖子盖紧，霉豆腐就是越放越香，越放越香。这个豆腐是用酸汤去点的，吃起来放心。22.9块放2瓶啊，明和手枪腿来了哦，这个是手枪腿中的天花板，一个是220克，都比较大的哈，这个大的，可以空气炸锅、烤箱、油炸，不，空气炸锅和烤箱。
它有的鸡腿这个比较咸，它这个不咸哈，这个味道是正常。两个口味啊，一个奥尔良的，一个香辣，这个是香辣的。好好吃，拜拜。